我发觉一件很奇怪，就是我这台车好像油耗都不会怎么样的，所以快速移动啊，油耗真的都不会怎么样的。我看这台车，自从我一开始补的之后，而且这个老头很鸡歪，要去二楼找他。哦，对哦，我刚刚应该是要到这才对。So, killer.Little count carburetor says you need to bust through the jaw. I'm going to Gastown. Sure you are. Oh, yeah, about Gastown and the jaw. I trade goods in and out of there all the time. You want something? Say it. Ain't no sweet talking you, is there? All right. I seen that harpoon device of yours. Not bad. He's a little something extra, though.Sort of a final flourish, let's say. And that's where you come in. The jaw looks imposing, but it's got a weakness. The hinges. Your harpoon could be the key, but not with that weak jag tip. You need a piece tougher. Something called the talon. And you have it. I know who does. A nuisance of a noose man named Dimrim. And Dimrim could use a little lesson in manners.Him and his whole convoy. So I relieve Dimrim of this talon. By force, I reckon. And you and I square? Yeah. Then we be square. Oh. Hey, killer! That talon! You do well, bro. 他们话说他们这边都没有水，靠，他真的好麻烦。离开这里，哎，我想选一下的 Jack。我一开始改的车那里在哪里啊 ？What were Gutcash's words? Some man called Dimrim. 靠，对啊，我一开始改的车都不见了。这样不很无言吗 ？Jag tip for the harpoon, call the talon. I'm gonna take you from him.这种车是现成的。We need something stronger. Yes, but I doubt anyone will give this talon up without a fight. I need it. I go get it. What happens, happens. 干没事。对哦，就不能做点什么事哦？
safe from the car. 就这样一直在我身上踹啊，好无言哦。而且我没有血量了，你知道吗？叫我在这边找人是不是？他挂了，是刚那一台吗？被我压死的那个，还是我根本没有压什么东西。他的意思应该是说，他在这边绕就对了，然后我要找到他。先修车啊。那个人停在那边等待我尬枪。See, my warrior saint, and we were truly chosen. If you say so.好好看啊。Dimrim's convoy.It's on the move. The guards are in our favor. Ah, 我也没干嘛。他把我画面勾到那个人之后，他把我画面这样弄来，真麻烦。他要 level 3哦，所以那个勾不坏哦。靠腰，你射哪里？我无言呢。都他刚射哪里？那旁边这个人也是蛮麻烦的，把他甩掉哦，我的那个画面就会变。我直接下来看你要不要打架。哎呦，很痛很痛。他的车也不能勾，这台车比较麻烦一点，搞被盯到了。是可以把你弄去哪里啊？干，我的鞋子在扣哎、欸！
他以前有教学过，就是按那个方块会过去撞他，可是怎么到后面好像都没有什么用的感觉。我真的不晓得这台车到底是怎么弄的。那个，我先加满油了，然后再把这一桶油拿去烧那台车。有没有搞错？真的让我有点误解。刚才烧了呢。看这火是这样子，接近得了吗？能把它撞一撞好了。对啊，哦呦，我们要他的车体零件了。装在哪里？装在前面啊。我看一下，我看，这样很猛。我比较想要侧边通一点。而且这台车不能升级哦，因为，可以，他是惹借坑吗？不对吧？真的是他吗？是哎，惹借坑长这样，我有点怀疑。300，我靠，防御是很高啦，但是轮胎有什么用？操控性比较好。我好花钱哦，之前轮胎都补胎的。This is a job for Cheat. Yes, Cheat. He's a master of projectile and weapons.Plastics. You'll know what to do with it. He 现在要我干什么？我不能快速移动吗？可以啊。还是要留一点钱给打架用会比较好啊。Still don't trust you much. You're like some ragged and starved hound going mad somewhere along the way. Oh, 他还不太信任我。我们现在要去的是，看一下哦。我们现在要把这东西建起来。对，这是我们 mission。那他已经把我 locate 在我的地图这里了。是这个吗？可这里也有一个。两个啊，好啊，两个我都解好了，应该是这两个。对。Ain't gonna make it here. Those crazies rolled me out. 我有什么车可以选的吗？就 the Jake 吗？在看什么呢？
我们可以快速移动吗？不行，快速移动就只有这个点而已啊。不用了，这去一次而已。我也开始想念我的狗了。该死，装一下水。我也是很无言。哦，干，吓到我！刚就为了水。哇，妈，我狂爆了！挂哦，他我刚刚有强化我自己身体嘛？那他这一招到底是干什么？嗯，不是，哦，这是升级拳头而已，有一个是打斗方式，应该是这个绝招嘛？哦。看不懂，哦，用跑的，刚你也不会演示一下你。我要的是水。缺水啊？在哪里啊？哦，这里。你现在不要喝哦。等一下如果跟人家打斗的时候你没血的话，哦，先让他自杀一次，他血会回满，没关系，反正对，先自杀一次，真的，真的不要急着喝水。而且平时他有小刀，他也不用，很奇怪。这样比较快吗？干，被那些飙车族盯上了，给他们盯上无所谓了，陪他们开一下就好了。靠腰，啊，我怎么过去撞他们呢？而且我发现他们好硬。我不想鸟你们，那你们就偏偏他妈一直靠腰，哇，用方块好痛哦！就是刹车去撞他，比你用弹狙去撞他们还来得痛。
小地图出现这个事。This hideout. What can you tell me about it? I don't know. Too many nooks and tunnels and dugouts to say for sure. Better find the right one. I'm going. Wait here.你狙击子弹是给他拿的。我看一下他们爬上来有没有办法。哦，原来是他一直在那边。哎呦！刚好像有 sniper 刚打我的。搞完了，我现在要走也走不掉。哇，好痛哦！这种狂暴的人好像要优先解决，是不是？他的招都闪不掉。刀刚刚闪不掉，很扯。哇，无眼。哎呦！刚刚发生什么事？这个不进来避难会那个是不是？是放他下来是吗？哦。原来啊，那就不用每次都炸的咯。如果每次都炸的啊。嗯，干还有。
干，防盗画面。这稳死哦。敢在这边生活好困难。想先喝个水。这个营地要我干什么？要炸掉，那油桶在哪里？对啊，如果你要我炸掉又没油桶，说实在很难办到哎、欸。啊，原来还有上面，我靠！哎，敌人啊！狂暴！干，我最讨厌这种干，妈冲来冲去的。他那种突然叫一叫，然后往你那边冲，那种靠腰。从头到尾就方块就打死他们。这到底是哪里？这边风沙好大哦。